不错，请问天后，这个叫什么名字呀？这个是蛋糕。蛋糕，很好，新颖可口，看来天后是没少花心思呀。两位王族，天色已晚，你们速速做决定吧。我选荣总出，我选天后。哀家选天后。近日，天后改革地膳房，效果显著，后宫赞不绝口。地厨大赛表现非常卓越，哀家特批，天明宫狂欢一夜，尽情玩乐，直到天明。哇！我给你做身西服。狂欢一夜，直到天明。我选他。为什么选你呢？少君，奴才不中用，让少君失望了。急什么？来日方长，这次输了，不代表我们一直会输。走。少君，你今天真美。少君。咱们这么去不合适吧？我们就是装，也要开心给他们看。哼！好，我好好装。叫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大冒险？什么大冒险啊？我最喜欢刺激了。真心话大冒险虽然简单，但是好玩。首先呢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木签，
然后扔到木桶里，每个人抽一张牌，这个木桶呢是有机关的，谁触动这个机关呢就算输，那就要选择真心话或者是大冒险。真心话呢就是要老实的回答，大冒险呢就是要勇敢的接受挑战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嗯，没懂。来，来吧，还吃啊？别吃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快点！还有你们，快点过来，来，玩两把就知道了。我先来，嘿，到你了，来吧，你们拿着，每人一张。你行了。嘿。我就知道我的设计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现在就过去抽牌。来。哎呀。哎，你不能拿。给你了，你的。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牌亮出来，看看谁是红心。赵主，你拿的是什么牌？我这个图案有点奇怪，怎么会是这样？那到底是什么牌？我抽到了一个屁股。哎，真的很像屁股呀。这是红心，不是什么屁股。你提问。问什么？真心话大冒险。大冒险？谁让你问我了？我让你问领主。哦，真是醉了。我问你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好。天后对天爵宠爱有加，同为剑士的你，有没有产生妒意啊？有啊，很多很多。哼。敢问在宫里的男宠，谁不想得到天后的宠爱？你不想吗？你不嫉妒吗？我当然不嫉妒，因为我觉得爱是不能勉强的。对，是不能勉强的。哼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能这样问来问去的，只能问一题。下一场。等一下，天后，我刚才是肺腑之言，天后是否接受？如果说天后接受的话，就请喝了这一杯。我替他喝。哼，好酒。谁叫你喝的？口渴。下一场，我们继续玩。抽一张。一人一张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把牌都亮出来吧，谁是方片，谁是红心。我。红心呢？不是我。哦，问吧，你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好，请问天爵，如果有一天天后姐姐再也不爱你了，你还爱她吗？爱。我们再接着玩好不好？董天一，嗯，我问你，上次扎针是不是你蓄意报复我？所谓医者仁心，微臣怎么会报复赵主您呢？我拿到了红心。哦，
我选择让天后跟天爵接我三下。哇，没想到你平时一个这么文静的人，内心这么狂野啊。怎么可能？大庭广众之下。我来，我就不相信我抽不到红心。又是我抽到了，我也要指派给天后任务。为什么老是针对我？为了保证后宫的公平，天后必须做到雨露均沾。嗯，我要让天后跟领主接吻六次。六次会窒息的，怎么可能啊！天后，来吧。刚才，哇，月亮好漂亮啊！是啊，美，像你一样。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多的？喜欢吗？喜欢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我爸有人不喜欢。谁呀？帝后。我干嘛在乎他？我只在乎你。你真是变了。我变了？是变得更可爱了吗？那你喜欢以前的我还是现在的我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想一想。我喜欢以前的你。生气了，也喜欢现在的你。必须选一个。一定要选吗？一定要。以前的你。一个古代人有什么好的？最起码以前的你不会让我像现在这么担心。那你去找以前的我好了。天后，不许叫我天后。我叫董翳。怎么这么早来呀？这些活儿还是让宫上们干吧。还是我来吧，女儿给母后梳头，天经地义。还是你最懂事儿。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？昨天在姐姐那儿玩的稍晚了一些。天明宫昨天晚上一定很热闹吧？可热闹了，母后。昨天晚上姐姐把天明宫布置得特别漂亮，还来了好多人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姐姐还找了好多好玩的游戏给我们，其中有一个叫真心话大冒险的。还让姐姐当众跟天爵领主亲吻呢。什么？亲？
身为一国之君，成何体统啊！母后，这只是个游戏，您别生气。游戏？游戏就可以不顾廉耻了吗？游戏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昨天都谁玩游戏了？通通都给我叫来！看你们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样子，天明宫昨晚一定是玩到天明啊。那要谢谢您让我们彻夜狂欢，我们才能玩得尽兴。玩得尽兴？哀家只是让你们狂欢，不是让你们在半夜做出那些苟且之事。什么苟且之事？昨晚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天爵、领主身为一国之君，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？帝后，我们并没有。你给我闭嘴！哎呀，我们只是玩游戏，玩游戏而已。哎，要不你把证据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就是污蔑。你给我闭嘴！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敢跟哀家这么说话了。来人呐！在。把他们全部给我关起来。关到禁闭室抄经，抄不完经谁都不许出来。放给我！你是蛮横霸道，不讲理！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放给我！你小妹妹，我右手血渍怎么会变得这么难看？看来那个天后真的是左撇子，丑死了，真丢人！这笔尖还软趴趴的。这一本经书估计抄到2016年也抄不完呢。干嘛非要用右手写字啊？要你管。干嘛？嘘，写字呢是要静心的。明月不知离别苦，夜光照住谁的心？一寸相思。原来他爱天后那么深。没有心安处。我现在能清晰地听到你的心跳声。他现在只属于我，这感觉真好。那你的心跳声呢？是属于我吗？
你在我心上来来往往，这几年原来所有都还是陌生。别说爱我，我会舍不得，别流泪了，我会心碎的。也许宽容都是错，祝福你，亲爱的。